众请起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尊敬的老法师在贵宾们的陪同下入席。Let us give the warmest welcome to the arrival of Master Venerable Ching Kong. Please be seated. Respected Lao Fa Shi, Dancili Li Qingyou Kang Li, Malaysia Fo Jiao Nan Chuan Shou Zuo.达摩拉达纳长老，马来西亚佛教副总会副主席明吉长老，马来西亚道教总会长陈文成道长，宗博士、蔡老师、诸位法师、各位嘉宾以及同修大德们，大家晚上好。Our most respected Master Ching Kong.Dan Sri and Puan Sri Lee Kim Yu, the Chief High Priest of Malaysia, Most Venerable K. Sri Dhammaratana Mahanayaka, Malaysian Buddhist Association's Ming Ji Zhang Lao, Malaysian Taoist Association, Mr. Chen Wencheng, Mr. Li Shi Tai, Dr. Mao Shen Zhong,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fellow practition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刚才我们听了宗博士和蔡老师精彩的讲演，那么老师们都苦口婆心地劝诫我们要遵从老法师的教诲，依教奉行。那么现在让我们以最恭敬至诚的心，恭请老法师为我们起讲十善业道经。Let us welcome Master Professor Ching Kong to continue his talk on the Sutra of Ten Virtuous Conduct. 有请老法师。Please be seated.
尊敬的丹斯里康利，尊敬的诸位大德，诸位嘉宾，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昨天我们学到经文当中所说的，说如是一切，这是指世间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是由心造，善不善，身业语业意业所致。这就说明在佛法里面讲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佛在此地都告诉我们了，正是大乘经里面呢常常讲的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就是法性，能现能变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心造善不善。今天接着要讲的呢，而心无色不可见取，但是虚妄诸法即起，毕竟无主。这个几句话很难懂。那么心现，心在哪里？心像什么样子？佛在此地告诉我，心不是色法，也就是说它不是物质，不但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所以精神跟物质都是心变现出来的。心在什么地方呢？世尊在楞严经上一开端呢，他就问阿难尊者，问他了，发心出家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你要发心出家？阿难很老实。他发心出家没有别的，是看到佛的相好，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相好太美了。所以这个相呢，绝对不是父母生的，一定是你学习修成功的。你能够修得这样的相好，我也希望得这个相好。是这样出家的，就是心里面羡慕佛的相好而出家。那么佛就问他，你以这个心你心想吗？这你心在哪里？佛问的还有技巧，也不问的是真心，也不问的是妄心。真心也好，妄心也好，心在哪里？那么他首先答复呢，跟我们大家是一样的，心在身体里面，身体里面。佛把他驳倒了，否定了，他就想，那不在里面，在外面，里外都没有，要在中间，他有办法想了七个地方。我们一般人想不出来
七处啊都被释迦牟尼佛否定了。否定之后他心就慌了，他说那这样子我就变成没有心了。然后佛就问他，那你以什么以为是心啊？所以他就讲的说，我以能够想象的为心，是能够想象的，不是心啊。这个就是说明心实在是无处不在啊，无时不在啊。啊，大乘教里头常说的两句话了，我们一问都把它忘掉了。佛常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太虚是讲虚空，啊，是在讲空间、时间、宇宙之间一切万法是心变现出来的，啊，心变的，啊，那么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精神物质都是从他那里变现出来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心不是色法，就是不是物质啊，不是物质。那么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可以体会，不能言传呐，说不出来。宗门大德明心见性之后，啊，请老和尚印证。老和尚说：“你是道一句来，啊，心是什么样子，你说出来，啊，道一句来。啊，你看。”见性的学生啊，他说了一句话，说摄事一物即不中。那，啊，这句话就说不出来。为正乃至啊，说不出来。可是昨天我们给诸位报告，啊，慧能大师说出来了。啊，那只是形容心的得用。那什么是自信的时候，还什么说不出来。啊，他说自信清净的，不生不灭，一切具足。啊，没有一样欠缺，我们讲智慧圆满的，啊，德能是圆满的。相好也是圆满的，啊，自信本来具足嘛，啊，真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啊，确实没有动摇过，能生万法，这他把这个自信的德用啊，跟我们说出来了。我们从这几句话里面细心去体会，啊，可是体会能不能体会得到呢？体会不到，为什么呢？你体会还是用的妄心，妄心永远见不到真心，妄心没有了，真心就现前了。那妄心是什么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也用了一个小的道具啊，那么这是三张透明的这个塑胶纸，黄色的代表妄想，蓝色的代表分别啊，蓝色分别，红色的代表执着。
啊，我们用三原色嘛，红黄蓝嘛，啊，这三样东西都有。我们把眼睛比作心，比作真心，比作自信。外面境界这叫法相啊，这法性法相，这个东西遮盖了，我们见不到外面的境界相啊。那试问问，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障碍眼睛呢？没有，本来清净，没障碍。有没有障碍外面法相呢？也没有。所以见性之人呢，他说得很好啊，他说见性之后头头是道，左右逢源，我无有一法不是的。为什么呢？性变现出来的相啊，它的体还是自性啊，就如同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这古人的比喻，把黄金比喻自性，做出许许多多的器皿，每一样器皿它的本体都是真金啊。所以现在哪里呢？现在相当性相永远不能分离啊，力量相找不到性啊，力量性没有相 啊， 啊，虚空，虚空还是自性变现的啊。所以佛告诉我，那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是什么呢？你记住佛经用的这个语，妄想，妄就不是真的吗？啊，妄想就不是真的吗？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从妄想就生分别。啊，头一个是黄色的，这个东西有了，立刻跟着分别起来了，再跟着执着起来了。红色代表执着啊，所以这是三样东西。那么有这三样东西，这叫凡夫，这叫世间法，叫迷了。这三样东西放下呢，这就叫佛。所以佛在华严上跟我们讲，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啊，每一个众生都是佛。为什么这形形色色不一样呢？啊，众生生是生起，就是个现象的生起。众是众缘和合，它不是单独一发生起，无量生起的。所以它的底下讲呢，但是虚妄诸法即起啊，这个诸法即起就是因缘生法啊，这佛经上常讲。缘生法，无量的条件啊，不是单纯的这个生起来的。那我们把无量因缘呢，把它归纳啊，才妄想分别执着，归纳为这三大类。那无明怎么起来的呢？没有原因啊，你要去找原因。你要去问无明怎么起来的，这就是无明上加了无明了。那他本来是妄的，虚妄的，你要再去找他的时候，那不叫妄中再加妄吗？你的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这你找不得。但是我们一般人的习气啊，非要追根究底啊，这追根究底是坚固执着啊，坚固执着分别，你永远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接着放下就是吧。啊，谁放下了？昨天跟诸位报告了，释迦牟尼佛放下了。啊，菩提树下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是佛，他就现前了。啊，
六祖慧能大师。那么他在五祖会下也是彻底放下了，这放下他成佛了，五祖是佛了，他也是佛了。五祖的一个大弟子神秀这是跟五祖多年了没放下了，所以他成不了这一桩事情是要靠自己，谁都帮不上忙所以是解铃还是系铃人呢？这个道理要懂佛有没有办法帮助我，帮不上忙。五祖又何尝不想帮助神秀呢？都帮不上嘛！妄想分别执着是你自己起的，还是要你自己放下才行道理就是如此怎么知道神秀没放下呢？神秀的一首偈子大家念念就知道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就没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放下六祖帮助他把他修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真的是这一句子里就是这一句话重要，本来无有妄想分别执着本来没有你念头一起这个通通就起来了，速度之快没法子计算世尊在人王经上讲的21万6000分之1秒还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随着物质的现象它现象立刻就没有了非常快，它存在的时间太短太短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物质现象呢是虚相虚相我们在今天讲经常能提到是相似相虚相相似相虚它不是真的相虚，真的相虚它前后两个相是相同的，前后两个相绝对没有相同你看一秒钟当中亿万次的生灭了，没有两个生灭是相同的这是相似相续，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那学佛没有别的我学佛是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给我讲哲学概论我非常感激方老师方老师成全了我，保护了我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根本就不认识我们希望呢是到学校里面去旁听他的课程他不让我去。56年前呢他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到学校去听课呢一定是大失所望我听了老师拒绝了，我心里就很难过坐在他的小客厅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闲得很沮丧，老师也看出来了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他很慈悲，他说这样好了，每一个星期天呢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所以我们的课程呢是一对一的在老师家里1个星期2个小时这样上的给我讲了一部
哲学概论。讲到最后一个单元呢，佛经哲学。啊，我们才知道啊，佛教里头有哲学。啊，他给我讲这个单元开头，我很讶异。我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我们以前的观念呢，佛教是低级宗教，是多神教，他什么都拜，什么都是神，不像呢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只有一个真神，是高级宗教。那我们这是低级宗教，怎么会去学他？他怎么会有哲学呢？老师告诉我，啊，他说你不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呢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峰，啊，他是这样子告诉我的。以后我没有用这个话说，我说佛经是高等哲学，我不敢讲是最高峰，啊，这他告诉我的是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被他这几句话吸引住了，我对老师尊敬。学到二三十年之后，啊，想想老师当年的教学，这才从内心里面感激老师。他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听呢？啊，我那个时候啊，想学哲学，没有读过哲学的书，没有跟学哲学的人往来过，换一句话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他很爱惜啊，到学校一定认识很多老师，认识很多同学，就被污染了啊。这个苦心呢，不知道的时候不晓，晓得之后的时候一生感激啊。他不让我去污染了，学一家之言，跟一个老师听一个人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师承，啊，他用这个办法来教我。那么接触佛法之后呢，啊，这是接触这佛经哲学之后，知道了这个佛教里面有高深的学问。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蒙古的亲王，满清时代的，啊，一位亲王，啊，明亲王，啊，他给我介绍了认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也是非常爱护我。我第一天他陪我，啊，见大师，我见面的跟大师提一个问题请教他，说现在我知道佛法殊胜，啊，佛法好，我很想契入佛法境界，有什么方法？啊，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回答。这一等呢，等了半个小时，他都不讲话。啊，半个小时之后，他说了一个字：“有。”啊，那我的耳朵都竖起来了，有啊，要用心听了。啊，这一个字说，他又不说话了。啊，那么再等呢？就时间呢，大概等了五分钟的样子，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我们没有他那个定功。我听了这六个字之后啊，接着我就向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啊，他告诉我从布施，他说话很缓慢。
大佛一个问题总是要停顿一个时间，这到以后啊，都是二三十年以后才明白的，才真正觉悟到的。啊，是什么呢？你提出问题，他一定等你整个心情绪稳定下来了，你妄念没有了，他才告诉你。啊，现在我讲心浮气躁了，你心浮动的，他不跟你讲话。啊，为什么讲那没用处？你听不进去。啊，所以这个教学法的时候啊，是在定中传授给你。啊，你心不能够完全静下来的时候，不跟你说话。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啊，也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说话了，顶多十几句话，所以都在定中，那个气氛就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用张家大师的方法来讲经啊，会把听众都跑掉了。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定力吗？啊，没有这种定功吗？可是真有受用，言语非常简单简洁，叫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忘记。啊，所以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就想到古人传法，不是跟现在一样啊，啊，哪有说那么多废话了？啊，天地人确实心是清净的，心是真诚的，啊，才真正能够得受用。啊，尤其是讲到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问的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怎么样能够契入佛的境界？他答复的好啊，看破放下了，放下了帮助你看破，看破又帮助你放下，就是这两样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如果你是上上根人，你彻底放下啊，这个妄想分别了，一次放下了，这叫上上根人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是这样的啊，能大师实现的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体会到了学与不学没关系，重要是方向啊，不学也行。为什么呢？智慧德能向好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只要障碍没有了，他就现前了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通通现前了。不要学的，你学不到啊！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放下，佛给我们讲啊，佛家有个名词叫所智障，你的那些知见呢，障碍你自信的智慧，障碍你自信的德能向好，这变成障碍了啊！所以障有两大类啊，佛上一个是烦恼障，烦恼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啊、五欲六尘这些念头呢，是烦恼障；所知障是你所学的东西啊，你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叫所知障，这两大类的障碍啊。啊，烦恼障又有一个名词叫见思烦恼，所知障呢也有个名词叫尘沙烦恼，尘沙是形容多啊，你的妄想多，你的知见多啊。如果你是放下呢，放下就见性了，放下是性德了。烦恼障放下了啊，这个放下之后，就是华严上讲的执着啊，
这个放下之后，清净心现前了。啊，真诚清净的现前了。啊，六道没有了。啊，那就在哪里呢？在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在这三个阶层。如果把所智障也放下了，那你就提高了。所智障要放下的话，层次是在菩萨，不在声闻缘觉。最后把妄想放下了，你的自信完全现前了，就叫成佛了。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没有能力一次不得都放下的，那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来，先放呢烦恼，烦恼是最粗的，最重的、最严重的、最粗的，因为它的相就是六道，放下它呢，六道就没有了，这个红色代表执着，代表见思烦恼，这个放下。变成这样就清楚多了，好像我们戴太阳眼镜，那就看清楚多了。这是什么？这是阿罗汉。这是六道凡夫。所以阿罗汉比六道凡夫聪明，因为他三层障碍放下一层了。他还有两层。他见到的东西比我们真实。我们看到东西是虚妄的，他能看到一些真的东西了。那么再把分别也放下呢，那这就是菩萨。菩萨还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那这就更清楚了。更清楚。最后把妄想也放下就没了，就本来成佛了，就这么一回事情。所以要晓得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但是你念念的，你心里有它，这个麻烦。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完全虚妄，在佛法里面称为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抽象概念，它是个抽象概念，所以佛劝我们呢，只要把它放下，就没事了。你才能够见到真心。那真心多大呢？真心比虚空大。佛在楞严经上说了个比喻，把真心比作虚空。真心像虚空一样。那虚空呢？虚空像天上一片云彩。你看云彩大还是虚空大，这就说明是虚空是心变现的，看你这个烦恼习气轻重，虚空大小每个人见的不一样，六道里面的虚空就没有四圣法界的大，四圣法界虚空比我们大多了。我们这个能见量，即使现在用着科学仪器来观察太空，还是有一个范围，有可能就是这个空间维次不能突破。无论怎么看，你只能看到三维空间这个范围。四维以上的你就看不到了。所以晓得了佛家讲的这个心，心决定是平等的，心是一个那么佛在大乘教里常常用大海来比喻作心，来说明心既然一个，我们这么多人，每一个人心都不一样，每一个人心想都不一样，那这一个心啊，怎么去体会它？就佛讲心像大海一样，那我们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众生像大海的一个水泡，起了水泡了
个个都不一样，谁泡破了都一样啊，谁泡破了就平等了，谁泡不错的没有破的时候，每一个谁泡就好像哎，他有一个自信啊，破了之后是完全相等相等啊。那么水泡怎么形成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形成的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破掉了，空间就大了，你才真正能够见到真心，见到你心的现象。那么心怎么会迷的？啊，这个问题，当年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都是我们的问题，啊，而且是根本的大问。啊，他问佛陀：自信既然是本没有生命，本无生命，为什么会起念头？那这个意念就是迷，为什么会迷？这第一个问，为什么会迷？第二个，几时迷的？第三个问题，这迷了之后就变成凡夫了，啊，修行多少多少劫数，这就恢复了，有觉悟了，哎、啊，成佛了，成佛之后啊，什么时候还会再迷？你看，这不都是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吗？啊，世尊在《楞严经》这个经文在第四卷详细给他解答。啊，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个答案呢，就读《楞严经》。啊，《楞严经》读不懂呢，看注解，《楞严》的注解将近一百种。啊，那我过去跟李老师学了楞严经，啊，所以我看过十几种注解，啊，那么最这个最浅显的、容易看的，是现代人云音法师的讲义，啊，那云音法师有没有开悟呢？黄念祖那句是。告诉他的学生们，他说云音法师的境界在开悟的边缘上，啊，还没有真正开悟，啊，但是他很用功，他一生专攻楞严，啊，那么他参考的楞严经注解很丰富，啊，写成这一部啊讲义，晚年写的，啊，七十岁以后写的。这个讲义写完之后啊，他又写了一部《圆觉经讲义》，啊，他老人家就往生了。最后的两部著作了，是他成熟的著作，啊，那个他年轻的东西，你看看比较不一样。啊，相当成熟，所以呢，对我们学了年，学这个《圆觉经》呢，很有帮助。啊，学它之后啊，再可以学看古人的东西。啊，他虽然也看教光的东西，啊，教光是真正的悟入的。啊，那么这是给我们作为修学大乘呢，初级啊，初级接触的很好的教材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啊，佛讲的很简单啊，迷悟，迷为一念，觉知一心。那就讲八个字，那为什么会迷了呢？一念，那个念头一起，一念
一念就没了。这一念迷了之后念头起来，马上把念头熄灭掉，不再起第二念了，那就觉悟了。那我们这个念头麻烦在哪？第一念迷，第二念起来又迷。它是念头接着不断起来，它不停。停了之后呢，这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啊，你再想想这个净土宗修学的方法，你就不能不佩服了。净土宗就用于持名念佛，就用六个字叫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这一个名号什么意思呢？把你的念头念掉。让你24小时念念的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到这个程度啊，叫成片，功夫成一片，念头还在。妄念呢还有，妄念呢并没有断根。只是阿弥陀佛这个念熟了，把妄念控制住，叫浮断，不是真的断。有这样的功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自在了。真的，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我们讲生死自在呀。如果这个功夫在提升，提升到一心不乱，那就行了。一心不乱，功夫有浅深，浅的叫四一心，也就是执着没有了，他还有妄想分别。那这个要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了，不在同居土，在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四圣法界。我这个比喻大家就好懂了，极乐世界的四圣法界，这方便有余土。如果把妄想也放下了，叫十报庄严土，那才真正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十报土，诸佛如来的自己居住的净土，叫十报土。你妄想放下之后，你跟他的境界平等，你也生十报庄严土。那么由此可知，佛家的84000法门，包括净土在内，没有例外的，都要放下了，不放下不行呐！所以要认真学习。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时候，还特别嘱咐我，要我好好的做6年。6年是布施嘛？那个时候只知道布施，身外之物对这个认识不深刻。现在我们晓得了，叫我们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你就得正觉了。放下分别呢，你就得正等正觉了。放下妄想啊，你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佛的3个学位呀。正觉称为阿罗汉，正等正觉称为菩萨，无上正等正觉称佛陀，所以是3个学位的名称。虽然有名称，你可不要去执着它，你一执着呢，你一个都得不到，你又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了。所以不能执着，不但不能执着，也不能分别。
啊，可不能放在心上，啊，言谈上那要学释迦牟尼佛，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会听的人呢，听而无听，无听而听，真听啊，真说真听啊，啊，所以说跟无说不二，闻与无闻不二，入不二法门，那就真的回归到自性的啊，所以此地教给我们啊，这个心它不是色法，不可见取啊，这个见是心法，前面讲不是色法了，不可见取，不可见的，但是不是色法，不是心法，你不能取啊。啊，这但是虚妄啊，这个虚妄是形容词啊，就是说它是有，但是不可得，六根接触不到，眼看不见啊，耳也听不到啊，手也摸不到，连想都想不到，所以古人有两句话来形容它，叫开口便错，动念皆拐，那拐是错误啊！啊，你一开口一动念全错了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禅宗语录里面啊，看到古时候老师教学生啊，老师讲到心性，问学生道一句来啊，叫大家说说一句啊，真有人开口想说啊，这一开口想说了，这个老师拿手把你嘴巴捂住了，他用这个方法来教你啊，这一捂住的时候他就眼睛捂了，就开悟了，道不得了，道不出来呀！道家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出啊。那所以他这一个动作的时候，他能叫那个人开悟啊，叫前锤呀！啊，相伴供养啊，那真的打得开悟啊！啊，可是心不是那种功夫，可不能学那个样子。啊，古大德那个板子前锤打下去之后，人开悟了，这应该要打的。现在参禅打死都不开悟，那不是那冤枉，那个不可以，所以这是学不得的。所以那一种老师，他观察学生的根基，就是说，将悟未悟的那个边缘上，啊，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才用这种手段，啊，让他猛然回头，啊，他就醒悟过来了，啊，不是。没有这种手段，你也没有这个机缘，这个时候就不可以用了啊。那用什么呢？像这个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虽然是禅宗大德，你看他劝对一般人都劝人念佛啊，叫真善知识啊。我们看到老和尚最后的一本书啊，方便开始录，虚云老和尚方便开始录啊，我看了一看，里面十分之九都是劝人念佛啊，讲参禅方法的时候很少很少的篇幅啊，这些老和尚真的是方便度众生啊，知道你不是这种根性的
老实念佛的肯定会有成就。啊，可是念佛呢，念了几十年，连消息都没有。啊，那什么原因呢？没放下。啊，所以放下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么多年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啊，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贪嗔痴慢。啊，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第一道关卡障碍，这个东西不放下，你就入不进去啊。啊，我学佛遇到这些老师，真的是真善知识，啊，简单明了，叫我从哪里下手？啊，那叫我看是看经，你看张家大师第一本叫我看释迦谱，看释迦方志，啊，告诉我，学佛学释迦牟尼佛，你对释迦牟尼佛要认识。要了解，啊，要向他学习，啊，这是对的，啊，确实善知识难遇啊，可遇不可求啊，啊，他教我们的句句真实，啊，只要我们能信，啊，能解能显，决定得力。那么底下说呢，诸法即起，毕竟无主。啊，那这是讲我们现前的环境。佛法里面讲境界，境界无量无边呐，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是诸法即起的。啊，这个即起就是缘生的，因缘生法。华严上讲啊，无量因缘啊，生起万法，无量因缘生起万法，也是归纳起来，总不外妄想、分别、执着这三大类啊。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自体。所以说毕竟无主啊，主就是主宰。啊，所以般若经我们读了之后啊，我总结了12个字。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是真的，连身体都不可得。如果明白这个道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那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呢，你自自然然的为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灵性，这是对自己啊，对所有一切大众啊，你会全心全力啊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呢，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帮助他开悟啊，帮助他转凡成圣。啊，他成不了圣，他烦恼习气重，那就帮他转迷为悟。啊，他也悟不了，那么标准再降低，帮助他转恶为善。啊，能转恶为善呢，六道里面苦
福他就离开了，乐他就得到了。去帮助人呢，看对方的根性，你看用哪一个标准，哪个等级的标准来帮助他，这个就对了。这是完全叫称心的。那么自己需不需要人家这个回报呢？没有了。如果还要求回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在，决定没有回报的。为什么没有回报呢？无我我所啊。所以这个就无失无报啊，失而无失，报而无报，无我，下面我所的叫无我所，它这个无是惯下来的。我们都把自己身体当作我，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叫我所。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呢？所以释迦牟尼佛不但说教我们的，他自己做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世间要的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说，我们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要所有权呢，妄想分别执着的全都有。要使用权是随缘的，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你才真正肯放下，放下没有一样不自在呀。住大房子很自在，住小茅棚也很自在，决定没有两样，都是不二法门嘛。没有小茅棚，像释迦牟尼佛当年树下一宿，他得大自在呀。那树下一宿啊，跟他在皇宫里面没有两样，所以他快乐无比。那皇宫里面的饮食，跟每一天出去透波，人家供养的那个，我们看起来不能比呀，他心里平等，没两样。入不二法门呐，这叫得大自在呀。那怎么样才能入不二法门呢？那你必须要放下。你要不放下了，这不二法门你决定见不到。不但你没有入处，你看都看不见。所以佛法的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给你讲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就是看破放下。看破是明了，对于事实真相明白了，放下呢，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放下了，也不是理放下了，事理是我们要我们亲证的，怎么个证法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真的了。如果没有放下的，你可以得到解悟。这个悟有两种。你能够体会，能够理解，但是你没有见到，你不得受用。你要真正得受用呢，一定要放下。那我们这个看破放下了，是天天在干。这个中下根性的人吧，连上中下三根呢都要走这个路子，只有上上根人例外，上中下都要走这个路子。所以要知道，一切法无我我所，
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说真话了。佛在这个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跟此地讲的一个意思。偈颂里都说得更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法呢？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法不是真的，是梦幻泡影，是虚幻的。那么我们看看哪一法没有生灭？连妄想都有生命，妄想是一切法的根源，都从妄想生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心想，有了妄想了吧？有妄想呢，必定就生出染净。它的速度太快了，一下就现前了，你简直没法子辨别。净四生法界，染六道。那么在染里面又现出善恶，净里头没有善恶，染里头有善恶。善感三善道，恶则感三恶道。六道里头有三善道、三恶道这么来的。这个里头有因有果啊。太上所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都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心想善，幸福美满的人生就现前；心想不善，烦恼痛苦的境界也现前。所以你的受用、你的果报都从你自己心想生。你为什么不想善，你就想不善？有人说现在这个世界，你六根所接触的全都是不善。魔控制了这个世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南北朝时代谭鸾法师说的。谭鸾法师专修净土的。是净宗的大德，但是他没有被选上祖师，我们觉得很冤枉。他著《往生论》，在《往生论》里面告诉我们，末法时期，那现在是末法了。这就是他的预言呢，他说在那个时代，罗刹为君的。这个经就是各个行业的领导人呢，不是阿修罗就是罗刹。他教的什么呢？他教人搞贪嗔痴慢，教人搞竞争呢。教人呢，把名闻利养摆在第一了，
人生在世上干什么？是追求名闻利养的。啊，拿这个当做目标。啊，那我们明白，自己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啊，如何呢？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啊，你要懂得没有妨碍。啊，罗刹为君，阿修罗为王都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过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啊，不是过不到。他这些东西都啊让你六根接触的啊都会有副作用。我六根不接触就是了吗？啊，我可以不接触吗？啊，电视。啊，这个东西好不好呢？现在几乎是人生必须的啊，必须要的东西了。啊，家家都有啊。我们方老师说那是魔王。啊，李老师也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家里摆上这个大魔王在里头，你要叫你家里的平安的幸福可难了。啊，那怎么防范呢？啊，不要就好了嘛。啊，你不要你就不受他干扰。啊，所以我学佛听到老师的教诲，啊，我至少有40多年没看过电视，啊，这些娱乐场所啊都没有去过，啊，电视、广播，啊，报纸、杂志一开，都舍弃了，都放下了。我跟马哈迪长老谈这个问题，啊，马哈迪长老问我，哎，他有那许多讯息，你怎么知道呢？你不是完全不知道了？哎，我说有来源，是什么？那从哪来的？我说有很多同学，他们看到报纸上重要的讯息，会把它剪一小段给我看，我就看了一阵子，大概一个星期有一次。了解的一些重要的讯息，啊，其他的都不知道了，啊，都不知道什么。每一天，天天天下太平，这天下就没有事情啊，你过得多么自在呢？你多么幸福呢？是古人讲得好啊，知事多时烦恼多啊，事人多处是非多啊。你认识那么多人，教育那么广，是非就太多。你看天天看不了，哎呀，你就妄想太多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了吗？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越亲近越好。啊，许许多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可是你看我们每一个星期有2个小时解答问题。啊，那些提问的事先我都不知道啊。啊，等我上台了，问题也拉上来，啊，我都能解答了。啊，所以不需要预先知道。啊，有些人预先拿来给我，我都不看，就在旁边。啊，为什么呢？预先知道了啊，答的时候啊答不出来，不知道的他答得出来，真妙啊！啊，确实是如此啊。那么诸位晓得了，有学校送荣誉博士学位给我啊，头一个是我们澳洲
格雷菲斯大学。他怎么会想起送我这个东西？有一天校长请我吃饭，他谈到一个问题，他说：“净空法师，你讲经啊，43年，43年，今年是49年的，几年前的事。他说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人提问题你答不出来？”我想了想，告诉他：“好像没有啊。”他当时就他说：“你真正是一个好校长。”所以过了大概一两个月了，他就通知我的时候，他们学校送学位给我。我那时候告诉他：“我说我要这个没有用啊，你们送教授。”送这个博士学位我都没有，我说我要这干什么？到最后我们昆士兰大学的校长两个人都劝我，他说你一定要收。我说为什么？他说希望你能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国际的和平会议，他说你这个理念方法呢确实很有效，都赞成。他说联合国搞这些会议，他不请法师，不请宗教人士，他所请的都是有博士教授头衔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做的，现在世界这么乱，我们应该要帮助他，所以我就接受了，所以参加这些会议都是学校的代表，学校还派一两个教授我们一起参加，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真的是没有用处所以这么多次的会议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一些状况就了解得更深刻了。有一些主张用镇压、用报复、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冲突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呢，从911事件之后可以说是失败了。那联合国是从用会议，从70年代。开到现在每一年不知道开多少次会议，投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真的是不计其数，收不到效果。纵然会议有很好的决议，很好的提案，我们会想到哪一个国家领导人会听你的？客气一点，送档案时永久保存；不客气的，就丢到自治楼里面去了。所以这个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收不到效果。所以去年我在联合国也劝他不要再开会了，开会没有用处，劳民伤财。用什么方法呢？用班班教学。所以我前年在巴黎，我们这个弟子规做了3天是。做了三天的这个班在巴黎。因为临时到那边去的，没有这个通知，但是也还不错，大概有600-700人来听课。那晚上我讲演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1000人这样子。所以要用半班教学的方法。那我们半班教学3天呢，联合国也有几个人去听。去看好像有4-5个。
那么一直到去年啊，我们跟联合国主办这个活动啊，才正式啊上了联合国的大会堂，把我们汤池办班的经验呢介绍给大家。没有想到有非常好的回响啊。那么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打电话告诉我啊，这人办得很成功啊，非常的难得啊。我们办这个活动为两桩事情，两句话啊。第一个就是宗教是可以团结的啊，所以我把新加坡十个宗教啊带到大会堂里面做个世界和平祈祷啊。要想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一定要从团结宗教下手啊，才能做得到。第二个呢，告诉大家人民是教得好的，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你要教他会教得好的。我们深信不疑，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不管是哪个族群的人，只要是人，人性本善，这个我们一定要肯定。所以你用善教他，把他的本性的善都唤醒了，你不教他他就迷了，他就被诱惑了，他就学坏了。所以人变得不善不是他的本性习性，没人教他。所以教育重要啊。现在呀，要特别讲求的是宗教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啊，多元文化教育跟宗教教育是同一样的教育啊，两个不同的名词啊。所以我前天特别在昨天特别强调啊，中国这个宗教两个字的意思要认识它，它不是迷信啊。宗这个意思是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教就是教学，就是教育啊。那什么是宗教啊？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啊，是人天所尊重的教育，这叫宗教啊。怎么会现在搞成迷信啊？搞成迷信，凡事我们回头想自己，不要想别人啊！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啊！为什么人家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呢？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学的不好啊！是我们做的不好，学的不好啊，让社会大众看到了，说我们是迷信，这是实话啊！所以不可以怪别人。你想想看我们学佛学佛基础的教育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如果这个我们都做到了，社会大众没有一个不尊重你怎么会说你迷信呢？那不可能吗？那我们想想去，我们真的这三个根这么重要的基础我们都疏忽了，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给这个教会完全是相悖的，那人家说我们迷信说我们消极，没说错啊，他没说错啊，我们做错了回头从哪里回头从我们自己本身回头
那我们回头，我们赶紧补课。啊，所以我学佛是很幸运，我不迷信。啊，老师要不讲一番大道理，让我心服口服，我不会跟他走啊。啊，真的是好啊。啊，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宗教的形象并不能叫人满意。啊，那我们明白了，那个形象是有问题，但是宗教的本质好。啊，本质在哪里？在它经典里面。啊，所以我们认真的学它的经典，把它经典里面教会啊落实，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见解，变成我们的言行，这就好了。啊，谚语常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我自己修我就得到了，他不修那是他的事情，他不得我得到了。啊，所以扭转这个社会风气，扭转整个世界，啊，这个误会要从自己做起，不能靠别人，靠别人你永远会失望，啊，要从自己做起。啊，所以我叫齐秦，首先齐秦自己，不要请别人。啊，从我做起，从我家做起。啊，那么出家人从我道场做起。啊，我道场怎么做呢？从我自己做起，感化这一个道场。啊，在家同学从家庭做起，从你公司行号做起。啊，都要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做标准。我的家庭是所有家庭的模范。我的公司是所有公司的模范，我的寺庙是所有寺庙的模范。你成功了，你真正是佛菩萨。啊，所以此地讲呢，虽过随啊，这个虽过随业，所现不同。啊，我们要随着我们自己的行业认真努力去学习。啊，不干涉别人的行业。啊，自己做不干涉别人。不但不干涉，不批评别人。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就是随便批评人。随便批评人呢，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啊、矛盾、误会、冲突、啊、那化解冲突怎么做？他错了也不批评、啊、他做的对的赞叹，他做错了不批评。久而久之，他会受良心责备，他会醒悟过来、啊、所以必须有耐心等待，啊，他一年不觉悟，两年，两年不觉悟，三年，这一辈子不觉悟，下一辈子他会觉悟啊！得用耐心等待。啊，人人都能够引恶扬善，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啊，所以别人指责我们的过失，我们接受，欢喜接受，我们可不能指责别人的过失。啊，这是圣贤人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借人家批评我们，啊，回报嘛，啊，我们听到之后要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用感恩的心对他。啊，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用没有怨恨，感恩的心，他提醒我，我可以有改过的机会。那是冤枉的，我没有这个过失呢。哎，他替我消业障，啊，我这一生没有，可能前世有啊。那他替我消业障啊，还是要感恩的，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你说你多快乐啊，你的心情都快乐，这个快乐带给你的好处啊，说不尽呐。啊，头一个，你不容易衰老。啊，第二个，你身体健康。啊，必定的增长寿命啊。哎，你不求长寿啊，它寿命就会延长了。啊，身心愉快。中国人常说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一天到晚都生活在欢喜当中，没有怨天尤人。所以怨天尤人呢，这个念头是错误的，对自己的损害很大。啊，有这种心情，你的身心不健康，啊，你容易衰老，你多病，啊，甚至于，你的寿命缩短啊，所以这个是不健康的念头啊。凡是不健康的念头要舍弃啊，不健康的行为要放下啊。那么佛在此地啊，真的还是佛说的好啊，古人讲的。世间好语好话佛说尽了。啊，他接着讲啊，二舍于中啊，无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议，自性如幻，智者之矣，应修善业。啊，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个人思想不一样，造业不相同，受的果报不一样，但是要晓得，于中实无啊，于中无有作者。这个作者是什么呢？创作的人没有啊，也就是主宰的人。我们一生的机遇不是佛菩萨主宰的啊，你上天堂上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主宰的，你造恶业堕阿鼻地狱不是阎罗王主宰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无有作者呀！啊，天堂地狱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就如同做梦一样。啊，所以佛在比喻里头用梦用的最多。啊，梦幻泡影。你想，你做梦，谁主宰的？啊，你做了噩梦，那个噩梦谁主宰的？啊，念佛人梦到佛了，你这个梦中也不是佛主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自己做主宰呀！啊，是自己念头在变呐！啊，法性反映出来的时候就是法相。啊，总的来说，佛经的时候叫业感。啊，现象都是业感，虽是业感，一切法了皆不思议。啊，这是跟你讲真话。为什么不思议？就是
你不能想，你不能说，意是说，意论。啊，这个是讲到很高的境界了，法身菩萨的境界。为什么呢？它不存在嘛。啊，现在天堂也好，地狱也好，告诉你，天堂跟地狱不二。怎么不二呢？天堂不可得，地狱也不可得。啊，娑婆不可得，极乐世界也不可得。这个要知道啊。啊，我们想想，不可得，好像我得到了，我在这受到了，那是叫幻觉。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缘起心空啊，般若经上讲的啊，缘起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也不可得啊，就自性如幻啊啊，我讲到这些地方，我就用万花筒来做比喻。啊，现在有很多人找到万花筒，找了好几个送给我。啊，我现在想找这个摄影师，把万花筒给变现下来，打在荧幕上，啊，给大家看。啊，千变万化。都不可思议啊，都没有主宰啊，只要你动它就现象啊，你不动呢它就不现象，不动就是一心啊，一心才是一真法界。所以一真法界在哪里？你得一心的时候，现前的法界是一真法界啊，那你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啊，就是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也跟这个世界没有两样。所以一切法了，确实从心想生啊，心想不可得啊，自心如幻，这是用比喻来说。啊，真的像梦幻泡影一样，智者之矣啊，真有智慧的明白这事实真相。当然证悟很难，证悟要真放下了啊，我们今天是解悟啊啊，解悟啊也搞了半个世纪，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呢，达不到这个境界。这么长的时间，天天在读诵，天天在学习，也天天在放下，啊，放的不多，一点点一点点的放，啊，总是放了56年了，啊，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个东西，懂了，体会到了，啊，相信了。不怀疑了，啊，那应当要听佛的话，应修善业。啊，善业要怎么修呢？修善业不要着想。啊，修善业呢，要把分别执着放下。啊，善事做了，做了不要放在心上，不要老是念着我做了多少好事了。那你念念不忘啊，那就麻烦大了，那就戒业，三善道受报啊，那就错了。做完之后啊，念头都没有了啊，这个叫真的修善啊，这是佛教我们修善的这个修法啊。那你修这种善业
果报非常殊胜。一世所生，运出皆等，戒习端正，见者无厌呐。运是五蕴，处是十二处，戒是十八戒。这三个字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依报跟德报。也就是说，我们所得的身体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是善业所感，你的身体是身体好这正报庄严你身体不会有病的。那病从哪里来的？病从妄想生的。那这个要知道，人为什么会生病？现在生病的很多可是我们中国古老的祖宗告诉我们，人可以一生不生病。中国的医学三个目标第一个是长生延年益寿长生不生病这第一个目标中国医学讲这个第二预防疾病讲求这个道理饮食起居跟大自然合而为一你就直接懂得预防第三种才是医病你有病了给你医疗所以中国医学它的作用医病是第三等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个很好的中医他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在中国医学第三才是医病那医病呢又有三等第一等医病这个大夫看你什么我就是看你看你的气色看你的动作听你说话的声音可以预测到你多少年后你会得什么病这很神奇会讲的一点不错所以他就知道你应该怎么预防你要肯相信的话就是说你要想办法改正否则的话多少年之后肯定他说你哪个地方有病毛病出来了叫预防在治病的时候头一个是用这种方法来对治那么这个治法的时候呢，多半在饮食起居让你调整你就不会生病了那么第二等的医生呢，还要问一下你哪个地方也要问问要看看第二等第三等是把脉是把脉我们叫三等三的医生中国医学还有你害的病这个病痛的地方那就是现在讲的癌症肿瘤嘛在里面这个针确实有这个例子这是李老师告诉我们的清朝时候名医这个人生的肿瘤药打不到
他看了之后就告诉这个病人，他说没有关系，你放心，你这个事情不该死。另外指定一个部位，你小心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疼痛上麻烦就大了。所以他就不在乎，天天想想医生指定这个部位。那过了几个月，那真的肿到这个地方了，这下要命了。别人就问他了，哎，他那个老医生指定的，你还是请教他吧，问问他看怎么办。啊，他到老医生大舅子，啊，恭喜你，你以前种的肿瘤在那里，我药物打不到，到这里来好治了。他能够把病转移在好治的地方来治病，对吧？不从心想生吗？哎，你天天想那个病的时候，想到外面来，不要在里面啊，把它从里面移到外面来，就好治了嘛。所以这些道理呀，说实在话，懂得佛法的人他晓得，他一讲他相信，他不会怀疑。啊，真正不懂的时候，他说这神奇不可思议。啊，你天天想，他就想出毛病出来了。啊，所以你心地清净，他怎么会生病呢？啊，佛告诉我们，贪嗔痴是三毒。啊，这毒就是病毒啊。你里头有贪嗔痴，有严重的病毒，外面有这个细菌干扰，啊，感染，你怎么会不生病？啊，如果你身心清净，啊，自私自利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放下了，贪嗔痴慢也减轻了，你一生保险不生病。啊，那么另外呢，你再做一点正上缘，用外面的力量来帮助你不生病。啊，那用什么方法呢？布施医药。那这都是以前张家大师教我的。啊，教我布施里头一定要布施医药。啊，不管钱多少，送给医院，有很多贫苦的这个病人，啊，请医院呢买医药送给他。啊，我这个事情呢，一生都没断过。啊，送医药，送医药上我不能生病。我说我没有医药费，医药费都不是掉。啊，那么我在澳洲，我们澳洲住在图文巴小城，啊，有一个公立的医院。我每个月送一万块钱做医药费，啊，月月都给，这一年给一次，一年十二万，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贴基督教版的，啊，就是临终，啊，这个关怀中心，他办得很好，啊，这个临终的人他不分宗教，啊，虽然是基督教办的。你说佛教徒如果临终你去念佛，他也同意，啊，他也答应的。我就参观一次，但他们经费缺乏，我说行，我每个月送一万，这个呢都是属于医药，啊，所以他们很欢喜，啊，确确实实，临终关怀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在图文巴就在医药方面就做这两种事情。啊，那么临时有什么需要的，政府照顾我们都会尽心尽力帮助他们。啊，特别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我们才能够相处成一家人呐。啊，所以帮助别人要真正帮助自己呀。啊，而且布施真的越施越多。啊，钱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啊，到时候他真有啊，是不是？这不用操一点心啊，所以要记住这句话是：应修善业。
啊，尽量多做好事，啊，自己的生活越简单越好，啊，尤其现在吃东西真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饮苦是毒，啊，你看你的这些饮料，我们不敢喝饮料，里面都掺着有化学东西在里头，啊，都不干净啊。那吃的东西，连米，啊，我在台湾听说都掺杂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那个米看起来好看，化石粉好像是，啊，很亮很漂亮，有副作用啊。农民种的这个稻米，他自己吃的，他是另外种在一区，他那是不卖的，他自己吃的。啊，他加上一些化肥东西，他是卖给别人的。所以这个都是谋财害命啊！啊，蔬菜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在澳洲蔬菜自己种，啊，我们没有农药，没有化肥。那虫来吃，我们供养它。我们把菜园划一个地区，啊，这个地区专门供养小虫的，啊，很听话，很合作，啊，他就吃那一块，其他的他不吃。啊，我们的果木也很多，果木园，跟鸟也签约，啊，有几棵树专门给鸟吃的，其他的不可以动，合作啊，你看。你小虫小鸟跟我们都能合作，人哪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啊？只要用真诚心，啊，所以啊，你只要好好修善业啊，你的正报身体健康快乐，你生活的环境非常美好啊，纵然周边有一些灾难呢，哎，你居住的这个地区没灾难。啊，这几有几个试验点呢，哎，都成就了。啊，我们图文巴是个市区，啊，试验区，啊，做成功了，做得很好。啊，我们丹斯里在这个古晋那个地方一个大菜园。啊，古晋那个山上有个大菜园，我第一次去参观的时候，他种的这个菜园种的规模很大，90%都被虫吃了，啊，剩下不多。第二年呢，哎，好一些。我去的时候叫第六年就不错了，啊，这个虫很客气了。大概留了80%给他，啊，80-90%，啊，虫吃的时候只占了1/10的样子，啊，我想，但是你没有给他签合同，如果签合同啊，那就没有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他有感应，啊，你不要去害他，不要去杀他，啊，你帮助他了。他也会帮助你，哎，确实，人讲义气呀，啊，这小虫小鸟也很有义气，我们发现的很难得，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是真的，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屡次试验都效果卓著，可见的它不是假的。那么它的原理，法性是一个，这才叫真理，就是本性本善，小虫本性也本善。不但呢，这些有情众生，无情的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无不是随我们念头啊在改变。所以风水家呢说了一句真话了，啊，这个风水好不好啊？啊，他说风水
随着人心转。说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啊。啊，风水好的地方，你的心不善，你到那去住，住个一两年，它就改坏了，变坏了。它随着你的意念呢，它改变。那那个地方不好，风水不好，你这个人是善人，大善人，你到那些住住两三年，那样风水就比较好。啊，连山河大地都随着人意念在转变，对，都是真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运处界没有一样不好啊，界系端正，见斋无厌，厌就是讨厌啊，跟你往来的没有一个人会讨厌的。换句话说，人人都欢喜的。那我们要叫的时候，一切有情众生啊欢喜我们，无情众生也欢喜我们，没有别的。好好修十善业道，这个果报啊通通不能现前。啊，决定是有效的。啊，那么这些事情啊，最近我们看到啊一篇光碟啊，他们翻译过来叫大秘密啊，听说这个光碟呢是澳洲出来的啊，一些研究科学的人发现了个秘密。就是秘密是什么？境界会随人心转变。所以这佛经上三千年前就说得很清楚了，他们现在才发现。所以我们对他的发现呢非常欢迎。啊，为什么呢？佛在三千年前说的，现在人发现的居然完全相同。啊，那么这真正可以相信。啊，那么由此可知，人生在世为什么不做好人？啊，这是第一步啊。啊，你要做善人的，善人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那么十善业道的落实，给诸位说，就是弟子规跟感应篇。啊，弟子规是十善业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感应篇因果教育。啊，告诉你善因有善果，恶业有恶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感恩老法师为我们慈悲开示，大众请起立，恭送老法师在丹斯里李金友伉俪，马来西亚佛教南传首座达摩拉达那长老，马来西亚佛种雪龙分会主席明吉长老，马来西亚道教总会长陈文成道长、蔡老师、宗博士暨贵宾们的陪同下离席。 Let us give the warmestApplause for the departure of Master Jin Kong, accompanied by Dan Sri and Puan Sri Lee Kim Yew, Chief High Priest of Malaysia,
Most Venerable Dhammaratana Mahanayaka, the Chairman of Malaysian Buddhist Association, Selangor Division, Venerable Master Mingji, Chairman of Malaysian Taoist Association, Mr. Chen Wenchen, Dr. Zhong, Mr. Li Shichai, and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departure of the members of the Sangha. Now,